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磊哥。这个杨戬的狗年限定皮肤啊，最近已经曝光了它的出场效果啊，这个还是非常帅的啊，好像是叫什么山还是苍啊，这个名字。然后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哮天犬啊，有点像狮子啊，这是它的出场效果啊。我们来看一下那个慢动作啊，出场的慢动作，挺帅气的这个效果。不过杨戬不会用，估计这个因为这款皮肤好像是定位于传说级皮肤，所以说可能会价格会贵啊，比较贵，可能要突破百吧，是吧？破百。还有一款是后羿的，后羿好像应该是定位史诗级吧，史诗级的应该都是在888这样子的价格，应该是啊。这就是它的那个慢动作的效果，我们会放慢了几倍啊，然后看一下。哎，不过放慢之后，这个狗跑的速度还是很快啊。感觉杨戬这只狗比那个裴擒虎变成那个老虎的状态还好看啊。裴擒虎变成虎之后没有什么特效是吧，这个杨戬的狗还有这个特效，但是在游戏里面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技能那个演示出来。最后我们来欣赏这个3D 视角下的一些效果，就是这个杨戬的造型啊，杨戬的造型，这都是网友那个自己压缩出来的是吧，所以说还没有那个特效展示出来。最后我们再欣赏一遍那个出场效果，那我本期就先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欣赏，欢迎大家关注视频公众号，我就结束，我们下次再见。